较早阮虽然拢嘛是饲草行啊，较早阮搬去广州街啊，后壁都饲草行啊。以前哦比较单纯啦，啊，而且万华拢变啊，所以放假足侪啊物件拢无，拢历史拢无，无法度。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以上，啊，这较早能够栽培，哦，咱若要上梁，就要拍笋去面能够栽培，将手工的，这拢较早阮阿公留落来，即摆嘛无这物件啦，无人样倒去都下无。虽然就看到公公爸爸在拍球嘛，迄阵拢是请迄个福州师傅，迄阵生意是袂歹，拢大家拢买球嘛，有个人啊上班啊食头路，小姐用剩的钱拢来买淡薄球卖起。这个手工呢，啊，铸模就是无同款，你若手工做，你歪啊碎啊。对吧？你若讲啊，搁吃搁啊吃嘛，手工味道你知道无？哎，做我就毋是啊，较空空洞洞啊，较无遐扎实，你知道？触感就是无同啊。阮做物件，阮做出去，摕出来嘛，知这是阮做，毋是阮做的啊。手工拢知影。做这个兼职比较兴趣，环境的问题啊。对啊，本来生出来就在做这个啊，看着也不用去做，就是喜欢做兼职啦。没人要学这啊，学这头一年材料贵，也袂堪要消磨，当都爱哦，足小心做，足小心，你呼噜声拢都爱收收起来，没人要学啦，现在少年家没人要。规日嘛，念就。啊，两种做法，有一种是金仔本位啦，啊，有一种人是钱本位。阮爸爸咧甲我讲啊，讲咱做生意啦，金本位啦，袂使用钱本位啦。金仔佫较袂涨价，金仔佫落价，咱嘛做用金本位的。起码就是爱迄个记忆啦，爱回忆啦，安尼啦，嘛即马足侪人去安尼啊。阿公在咧开车啊，我今若无坐落去，我迄旅游拢无去。我咧放假开几百年啊，爱旅游就无去啊，消失啊，拍算啊。所以我今若直直经啊，我都爱做，搁较无趁钱嘛，都爱做。啊，愈做愈快乐，我规工坐一只，我嘛足欢喜，卖出去拢无要紧。